你怎么了？哇，你生病了吗？哎呀妈呀，为什么问？看起来你昨天去了按摩店，对吧？我也去过那个按摩店，那里的按摩师傅非常秀，但是他力气很大。虽然我以前说。 哎，轻点儿，轻点儿，但是它按摩按得很重，所以我不舒服。你也是吗？你真的觉得我有时间吗？你真的觉得我有钱人吗？我是有钱人吗？哎，我和你不一样，我不能去按摩店。不好意思，真是的，金红，你又生病了吗？ 你也错了，我还可以。我已经告诉你了，它作用的了。等一下，让我说一下，因为。我知道哦，你所有的运动你都喜欢，但是这是新手，打羽毛球、跑步、攀岩，你一定只要做一个运动。你不认识我。 喜欢运动，是优质，优质卓选体很好。哎呀，你真的是法国阿姨。你看，如果我运动以后很累，我很高兴，因为所有的运动我都喜欢。啊，你也错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啊，阿姨，进去，我也认识这个人。 上个星期，我跟我的太太一起去酒吧，我一边跟她聊天，一边看看大家，我看了这个人，他喝了几瓶啤酒。你看一看，他的身体没有了。你头疼吗？ 我有一点头疼，对，我也去了酒吧，喝了几瓶啤酒，但是我很迷人。虽然我喝不知道是瓶啤酒，但是我第二天能上课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可能你只有忘了，可能你喝了别的酒，威士忌、伏特加。 不对，我不希望这样子的酒，你看，我真的喜欢我的学校，所有的老师很友好，上课的时候我很高兴，价格也不是很贵，但是有一天我的老师告诉我，我需要拍视频，这么麻烦，我需要想一下拍什么东西，我需要写对话，哎呀。 其实，如果你赢这个 visa， 也会赢一千块。加油，加油，姐！一千块，一千块，加油！对，加油！快去！我有。